次听课的打一下68，我看一下第一次听课的，我要教大家，哎，教大家什么呢？教大家排八字，排八字命盘。排八字命盘之后呢，哎，怎么排呢？大家看一下啊，如果是苹果机的，可以找一下 APP。APP 之后呢，你可以下载一个免费的八字。你可以打上八字，哎，就有很多。你下载了啊？哎，好。老师用那个是八字详批，哎，这里有很多免费的啊。老师用哪个呢？老师用的是这个。专业八字详批，这个有什么好处？大家看一看啊。这个老师还没有下载新的版本，就是这个，哎，好，都能看到画面吧？看到打下168，应该看到有一个同学看不到，那是不是拿手机看呢？你可别拿手机看啊，看手机的话很多，哎，那可以了，看一下，这就是八字，这个命盘呢非常关键。现在我讲一下啊，什么叫八字？老师，这个命盘呢是从左啊，是从右往左来的，从这边传统都是从这往这边来，看能不能实现啊？看，四个，这个呢叫年柱，年柱八字分四个柱，年柱，这是月，这是日柱，这是时柱，这个能懂的打一下156啊，因为开始不容易懂。OK，好，年柱呢就代表你出生的年份。是吧？两个字，哎，上面这几个呢？这四个字叫什么呢？上面这四个字叫天干，下边这四个字叫地支。这个懂的打一下156，懂啊？天干地支，哎，关键啊，这个日。这个日上边叫日元，算的这个啊，实行的叫日元，它代表你的个性，你的秉性。所谓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秉性难移，这个代表你本人的啊，这个非常关键。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就代表你这个字。这个跟我们原来所想象的不一样啊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嗯，好，回头呢，大家看什么呢？再看看这个八字，你就会明白。看，这是李嘉诚的啊，这是年，刚才讲了啊，
年柱、月柱、时柱，啊，日柱、时柱，上面这四个是天干，下面这四个是地支。哎，关键就是日元，日元是什么呀？是不是甲木啊？康正来了 ，OK， 甲木日元就代表它的本性。哎，下面大家看一看啊，你本身怎么排八字呢？我教大家一下啊，1928年，这是李嘉诚的啊，大家自己拍一下啊，拍一下6月13日。几点呢？很久没见了啊，8:21，这是阳历啊。大家排一下，1928年6月13日8:21，看怎么排呢？比如增加一个，增加一个，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界面了啊。男生，哎，姓名呢，我们就写上，比如李嘉诚。谢谢国政，很次啊，很长时间了啊。年1928年6月13号8:21，男生，保存一下。就是这个八字出来了，很久没见，屏幕上没见了是吧？哎，这是阳历。老师刚才排的是阳历，就是公历。阳历是6月13号，阴历就是4月26号，李嘉诚的，懂没？懂的打一下168，就是会排了。看看，是吗？今天老同学来非常多呀，呦，实际我非常想念大家啊，咱们只有在屏幕上啊。才能见面，通过声音，好，太棒了，都会了啊。好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排八字，这是关键啊。日元，关键是这个甲木。大家看一看下面这个啊，大运，你要知道什么呢？还要知道大运流年的概念。老师写一下啊，大运流年，什么是大运呢？大运一般是10年为期限的，10年合东，10年合西，大运。流年呢？流年就是当年，今年流年是多少？2018年，对吧？戊戌年，这就叫流年。戊戌年看没看着？第一个字就是天干，第二个叫什么？叫地支。这个能懂打一下156，能懂的这概念啊。长久不懂什么，不懂什么，长久你写下来，10年一大运，就是这么规定的啊。10年合东，10年合西，看李嘉诚1936年9岁，到1945年，是不是10年呢？1936年到1945年，是不是10年？第一次听当然不懂了。我以前常说，你要听5到6次，你才有感觉。因为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学英语似的，你第一次听你听不懂的。但是能不能不听呢？不能，量的积累慢慢就听懂了，因为原来我们没有这基础，对吧？
哎，多复习，一定会的。第一次听就恭喜你啊！好，这就是八字的命盘的界面啊，这大运。看看李嘉诚1936年到1945年，9岁到18岁，走的是己未运。49年19岁的时候，到1955年10岁庚申，哎，1956年29岁，到1965年38岁，差一年嘛，走的是辛酉。当然听不懂啊，你记住啊，你这一辈子要听一堂听不懂的课。一定要听一堂，听一堂，听不懂的。才有价值啊。啊，一旦听懂，终身受益。如果课都听懂了，那你就没必要了，因为它是有门槛的。它是有门槛的，这个事是有门槛的，有很多人对要有信心啊，要有信心，听不懂才有价值。你都听懂一加一等于二，你有必要吗？大晚上呢你来听老师讲课，没有那必要，是吧？听不懂了才有价值。我是希望大家啊能够了解这个理念，要认识一个你永远不了解的人，是吧？哎，好，这个了解之后呢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就啊，先了解这个概念啊，这个概念了解完之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了解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分析它，啊，以后我们在软装解决方案就加入命盘分析了。命盘分析，一点一点来啊，一点一点的命盘分析。命盘会分析出喜欢的五行，就下去讲喜欢的五行，啊，人生的一共有什么呢？有几个五行啊？有五个，金木水火土，是吧？哎，之后呢，你根据你喜欢的五行来选择啊，为客户选择什么呢？颜色呀、材质啊、造型啊，哎，之后用于软装设计方案。八大元素怎么选型啊？选什么样的家具，是木质还铁艺啊，选什么样花色的呀，是吧？你都要根据八字命盘来，这就好玩了，这就非常的有竞争力了，是吧？哎，今天呢你要掌握的一张大表是什么呢？先掌握一张这样的表吧，十天干大表。十天干大表就是了解你到底有什么优势，你的优势在哪里，就在这你的天干里面，就藏在你的天干。天干里有十个，万永生搜不到命理八字排盘软件，你是什么手机啊？万永生搜不到的举手，咱写搜到的吧，搜到的不可能搜不到，对吧？搜不到的叫同学帮你搜啊，华为的，不管什么手机，你就安卓手机呗，搜不到的打一下二，搜到的打168，应该都能搜到啊，跟网络有关系，是吧？不一定苹果手机，你在网上都可以啊，比如啊在上网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比如上网都可以，对啊。
百度都可以的。我就不修复了啊！老师网站上有啊，以后过两天老师网站上就有。OK，百度。哪个都可以啊？哪个人？老师是专业八字详批，老师那是赚的。花钱的专业八字相批，你不需要，老师那个软件马上就会给你们啊，西洋相批。啊，哪个都行，你在这边也可以啊，你就是自己在百度上不也可以吗？百度搜索一下不也可以吗？有很多免费的啊。老师以后那个再设计网站，那个就有啊，老师就软件是卡，今天反正有点卡，都可以啊，八字在线排盘都可以，安卓也可以，但是没有什么的。没有苹果的好，我感觉。安卓手机，你看这太多了，看，啊，对，有了是，好吗？嗯，这是八字排盘呐，这我就不打了，太麻烦了。OK，现在有软件的打一下二啊，我看看谁有软件的，没有软件的，我看如果要都没有，我就不讲。就研究，哎，有就 OK 了。咱现在还讲课啊，讲什么呢？讲你通过你什么呢？通过你的软件，你会发现日元，你的日元一共就十个。这个懂的打幺六八，哪十个呀？同学给我念一下啊，同学给我念一下，哪十个呀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这十个。这十个在哪呢？看一看，比如，这是原来的啊，很多同学呀、啊，比如周大福，看他日元是什么？是壬水，这个壬水代表他天干是什么呢？是壬水，是吧？哎，再看一个。芙蓉姐姐，日元看这个啥？芙蓉姐姐，哎，庚金，这都代表什么？都代表本性，都代表优势，你的天生的优势。这就是古代算命的啊，非常关键的一个参数，这个位置，就是年月日这个位置。好，现在讲一下这十天干，它的含义是什么？看，谁是甲木啊？我认为康正是甲木，对不对？甲木就代表大树，这个能了解吧？幺六八，比如你是甲木，你的日元是甲木，就代表这个大树。大家能不能排盘呢？排过的啊，排过的可以说一下你的日元是什么啊？大家可以说你的日元是什么？嗯，丙火，别周丽莎，
乙呢就是花草，丙火呢就是太阳。看下一个，哎，多好啊！不会的同学啊，在老师的群里可以请教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郭一杰呢就是壬水，丙火，哎，丁火，丁火就是烛光，海豚就是丁火。戊土啊，陆亦涵是丁火啊，尚小瓦丁火知道，李新美是戊土和己土，唐玉瑞啊，一个是黄土高坡那个戊土，一个是别墅旁边的土叫己土。这就是你的本性啊，改变不了的。看一看唐玉瑞，唐玉瑞是男孩女孩？唐玉瑞啊，如果女生就那就比较霸道啊，男的呀啊，男女他男的好 ，OK， 男的庚金，咱们的老师忠义啊，李忠义也是庚金，哎，啊，木怨言甲木。啊，那个玉还是绝呀、啊？是玉祥还是绝祥啊？那个就是戊土。王小雨就是刚才所说的田园这个土。你要上网查一查你的秉性啊，嗯。严淑珍就是辛金，坦克就是庚金。乙是啥呀？乙是这个花草啊，看啊，大熊这名好，大熊，大熊是丙火啊，玉啊，石玉祥，对，蓝小燕是阿麦眼，什么叫阿麦眼？于俊宏，你是什么呀？你得看八字才可以。什么叫阿麦眼呢？听不懂。壬水就是大海，你念壬啊，这么念壬水。嗯，勋波来了，老师啊，勋波，癸水。先说一下含义啊，癸水一般当什么呢？当一个社团秘书长是比较好的啊，当个社团的秘书长啊，最好的，可以整合资源啊，哎，出生时段占了，可以说占了四分之一吧，哪个都需要啊，同学们哪个都需要，哎。李晴是辛金，哎，这十个呢，十天干代表秉性。现在我跟你讲啊，这里有什么？大家看这个表格，十天干有一半是阳干，大家看一看啊，不管是男孩女孩，你看看你自己是阳干阴干，这是甲啊，甲号啊，甲丙戊庚壬这五个。这五个是什么呢？这五个是阳干，阳干代表你会讲我阳干，还有我阴干，哪阴干呢？是阴天干，有几个？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，嗯，五娟是庚辰，哇，女老板呢？做窗帘布艺是非常的适合啊，武娟。你看贾迅波以前读书创办个社团，郭一杰我还没加入社团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优势。大家看啊，我阳干我阴干，大熊我是甲啊、哦、甲什么错了啊，那个绝不是甲戊，应该是甲戌，大熊你好好写，因为下面的地支没有戊，一定是戌狗。哎，对了 ，OK， 阳干和阴干，为什么今天老师说
个人生涯规划啊，大家想一想啊，个人生涯规划，老师说一句话叫什么呢？要发挥你的优势。那个人生涯规划怎么发挥优势呢？大家记住啊，阳干阴干，你记住啊，作为设计师你有两个前途，有两个出路。什么出路啊？你不做爆款你就要建平台，不做爆款你就做平台。我现在问一下啊，你说是爆款这个类型，什么叫爆款呢？爆款就明星咯，就是内容提供商咯，设计提供商咯。平台呢就是当不了明星，他建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帮他服务啊，就像一个地主似的啊。平台我认为就是地主。大家看一下，阳干适合当爆款当明星，还是阴干适合当明星？过一节啊，这些哎，梁真这么聪明的，这些人花卷啊，四五七，你看人花卷刚来啊，海纯，哇，聪明。对呀，阳干适合当一个明星，阴干比较适合团队。什么叫团队呀？那就平台呗，靠自己不行，靠平台，这个可不能啊，这个可不能混了。哎，一杰太聪明了，阳干独立城市，大家想对不对啊？大家反思自己，你反思自己，看看对否，看看对不对，想一想，迷茫，迷茫就从今天你就要醒悟了，你就要醒悟了，你是心经，你非要当明星，啊？这不需要看，就是阳干就能知道你到底有什么优势。丁火，对，一般阴干做生意啊，收钱。丁火，马云就是丁火。大家说马云是团是平台啊，还是明星啊？马云离开他的平台也不行，靠自己还靠别人？嗯，马云。演员一般都是阳干啊，看一看，再想一想啊，要反思自己。所以呢，你能不能发挥优势，首先你要知道，在互联网阶段已经跟传统的生涯规划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。实际就是两个出路，你是做爆款你还是做平台。我先问一下啊，哎呀，想做爆款的，想做爆款明星类的，我看是谁，打一下168，我看看是谁。就是我想做一个大师，所谓大师，哇，设计大师啊，我看看啊，梁真，哇，楼明超，这都是高个赵高才。 OK， 以上啊，以上这些人，这些人都是阳干吗？都是阳干吗？有没有阴干的？是啊，聪明，对，哦，是啊，哇，梁真是更对，那100%的一定是爆款啊，说自己是明星的也爆款。葛勋波，我老师，我是什么乙丁，乙木生丁火算阳干吗？没听懂，听不懂。葛勋波，你不癸水吗？什么叫乙木了？这个关键啊，这是今年要学的关键，大家看一看，方位甲乙丙丁还有方位呢。记住啊，凡是阳干的都适合当明星当大师。
都没有团队精神。啊，都没有团队精神。我是阳干还阴干？于俊宏阴干，你心金嘛，对不对？心金，看看你看这个为什么？下面是阴干啊，下面是这个号减号都是阴干，懂没懂？今天你要把这个事知道了，你就会清晰很多，你的人生道路会少走很多弯路。但我说实话，老实说啊，人走点弯路是有意思的，你别老走直路。谁开车都不是走直路的，战略上是直线，对吧？战略上是直线，战术上都是曲线，战术上都是曲线，同意吗？同意请举手啊。所以说话办事，说话要温和点啊，有余力温和一点啊，不要什么说话直来直去，同意吗？同意打幺六八。所以听老师课不单单听课，还要学怎么做人，怎么与人沟通，对吧？这几句话对了啊。哎，桃金阳木甲木是阳干，对，好，对，好，方位啊，看看方位，看甲乙行吗？大家看甲乙属于什么？老师写一下，在下面写一下，我需要互动啊。甲乙是五行什么？木。丙丁呢？哎，方位啊，自己看啊。丙丁的方位是火，你是丙就代表南方。哎，颜色呢？你自己看。戊己呢？戊己呢？土，中央黄色。对了。更新呢？什么？哎 ，OK， 金白，哎，人水呢？人鬼，水背黑。所以说啊，大家从这个你看是哎，不一定。我癸水是不是北方发财之地？你癸水，大家想一想啊，科者为财。再讲一个概念啊。你癸水不一定在北方发财，什么叫科者为财啊？比如癸水，水是科什么的？水是科什么的？同学们想，啊，也科火，火是什么？是南方吗？在哪发财？在哪发财？那聪明，真聪明啊！聪明，对呀，这就对了呗。把这个背下来啊，这基础。郭一杰，那我是不是应该立马从北方搬南方？关键是你能搬吗？也不一定啊。老师刚才讲的道理，如果你是水要是弱的话，你水弱，水特别弱，那就离不开北方，
水源。这个懂的打168，因为你比较弱，那弱怎么样？离不开水源，你在北方也是可以发家。北方做什么呢？北方做互联网嘛，做电子商务，互联网做当网红。懂不懂？懂了打168，照样。你别是哎呀，老师讲了，南方发财。听完课之后，半夜就坐高铁，就往南方干，那是你不聪明，那是原则，你对不对？嗯。葛迅波老师，我缺火，要去南方吗？你缺火，应该去南方。实际小宇宙一个城市的南方。你如果你实在走不开，一个城市啊，一个城市的南方也可以嘛，一个城市的南方也是 OK 的，这懂不懂？懂呀，168，搞互联网也可以。上小瓦，你缺的可不少啊，我缺水也缺木，哎呦，还有一个特别是，上小瓦。看看啊，这个五行生科啊，缺水木，行，这个哈、啊、不会的打一下二，这个啊不会的，这个方位是指财位吗？相克者为财啊，再看一看啊，财位图也可以叫财位图，看看财位图。去哪呀？缺水木，那你上啊，上午去北方，下午去东方呗。去哪呀？慢慢来啊，听完再说。去哪？去水木，上午去南方，去北方，下午移动发财。五行生克啊，缺水木，大家说缺水木是什么？你有水有木，东北呗，是不是？嗯。我在浙江属于东方吧，大家说浙江属于什么？浙江有水呀、啊、多好啊，上小瓦，浙江有没有水啊？有水吧。 OK， 大家看什么叫财位图呢？这就是财位图啊，科者为财，大家看看金科什么，金科什么，看这个啊，五角星，财位五角星，五角星是财位。对了，谁是金？梁真是金吗？那金木就是他的财，木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东方，对吧？代表绿色，就是财位。对，好，木科什么呢？刚才有康正啊，甲木，木科什么？梁真聪明，爱读书。对呀，哎，土，所以康正呢，一天旁边要有土啊，吃点土也可以啊，吃点土是吧？康正啊，吃点土，所以发财啊，是吧？发财，搞房地产，土。李嘉诚就是甲木啊，土克什么呢？土克金。所以戊土和己土的人见水为财，见水不是谁见水都发财的，对不对？你只有是土命，你日土见水为财。金云祥，科者为财还是我科者为财？科者为财就是我科者为财，科我者那叫官，叫科者，就是我科啊，科者为财星。我科啊，科我呢，那是官，科我是什么呢？是官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土克水，
水呢？那什么是科土吧？大家想一想，刚才不讲了吗？木科土，对于土来说，木就是官，对于木来说，土就是财，懂不懂啊？俊宏说，我缺火，科者为财，所以我要去有水的地方。没明白，我想问一下于俊宏，关键你看你日元是什么，日元你的本气是什么，以它为标准啊。 OK， 日元辛金，辛金日元，辛金科什么呀？科什么呀？对呀，科木啊，科木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这说的余俊宏还是不太懂。你辛金，你科什么为财？我缺火，科者为财，所以要去水的地方。这三句话对不上啊，是不是啊？周丽莎，对，凡是金命科木者为财，对不对呀？五娟，乙未，木呗，木科土为财呗，土是财呗。听得好乱，开玩笑啊，吃土不要人家说房地产可以是吧？第一次听课一定是晕晕乎乎的。那晕晕的啊，没关系，正常的，乱也是正常的啊。但是你不能说，记住啊，不能说乱，你说乱了那就乱了。不说负面话啊，记住不要说负面的词语，因为这是课堂，会传递，会传递的啊，你以后就明白会传递的，正面的它就会带来正面的东西，你说不好我晕，那就会带来晕晕的感觉。哎呀老师啊，我真难受，那就一定会难受下去，你的五官你的频率就会配合难受的频率。你说我老师，哎，我听明白了，今天我发现我终于能懂什么叫命盘了啊，一点一点的你就真懂了。能听懂老师以上意思的请打168。哎，是吧？对呀，突然之间就懂了，对不对呀？如果你是神童一次就懂得中大奖，不可能。李行老师，我是辛金木为财，我做家具生意是不是很好啊？同学们回答非常好，对不对？这就懂了，木为财。史玉祥说，木土科水，水那就做水有关的行业是生财，对，当然了，还有方位，当然了，一定是这样的。陆一涵，我日元是丁火，火克金，哇，西方是财星，太对了，算懂一点点吗？这是太懂了。如果你是丁火的话，你就可以做互联网马云，你就可以到法国、意大利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过一节第一次听就听懂了，那说明你天才呀。刘丽红，我听了三次课，总算今晚总算听懂一点，慢慢来，对，它有一个适应过程，对不对啊？小吴来了啊，很久没见到小吴了啊。
小吴，哎，我给他起个叫摇钱树。哎呀，在贵州的是吧？嗯，周丽莎，我是辛金，木是我的财，那我要和木打。当然了，比如家里多放木子，对对对对，巽波，我是人甲，你到底是什么呀？搁巽波，你说你是癸水，先又弄一个人甲。大家啊，下课之后给那葛旭摸看一看，那么迷糊了。大家可以啊上我的 QQ 群，都有课件啊，我的群里边。QQ 群里有课件。可见啊，不能放出去，就放我那里就有可见啊，使劲听，你怎么听有？有的时候也听不懂，但慢慢也会听懂的啊。好，这个会不会？这个图可以吧？好，水科什么呢？壬水是克火的，如果你是壬水，啊，火就是你的财星，啊，嗯，慢慢来，啊，一会儿下课就进去了啊。阳中会是辛克什么呢？辛克金克木呗，木是财。班主任告诉老师的，给老师的那 QQ 号，嗯。这个 Q 号那个班主任加吧，下课班主任加一下啊。老师不下课行不行？因为刚才已经那个什么，耽误一点点了，不下课那个可不可以啊？咱直接讲了好吗？我怕下课之后啊又停顿了，是不是？可以，OK，好。刚才是相克啊，还有相生图。你别赚钱不要命啊！我就相克，还要相生啊，有团队啊，还要助自己的，你要知道啊，同意吗？你别弄了一个赚钱不要命，就知道克木克土，自己呢就能承担十斤大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概念啊。这个日元呢，就代表我。比如水，克什么呢？克火，这个就代表财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这个日元呢，啊，只能承担10斤的重量，比如一个人，我只能是什么呢？承担10斤的重量。如果给你100斤。会发生什么状况呢？是不是财大伤身呢？这能不能懂？对不对呀？这个懂得打幺六八，就是你本身呢只能承担10斤，只能扛10斤，给你100斤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严肃镇要钱不要命啊？怎么要呢？怎么要呢？得有团队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下面是什么呢？哈，当你财大的时候，一定要怎么样？要有找到相生的力量，助力。这个助力就是什么呢？相生，相生的五行，这个要知道好吗？左敏，日元身弱时是刚才我讲的呀，就是你现在属于什么呢？有100斤的大米在你的面前。但是你现在的日元呢？你只有10斤承受力，你的承受力10斤，但你的命里呢有财，一般命里身弱都是有财的啊，有100斤，
这就是什么呢？财大身弱，懂不懂？海豚就算明白了，对不对？要帮助呗。对哦，不休息喝水是啊。今天不讲日元深不深弱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今天第一天课，今天大家知道这个五行相生相克就可以了啊。大家看，你承受力是十斤命理的，你的命理百斤怎么办？就相生喽。看看相生这个圈啊，金生什么？大家看一看。如果你是金生什么 ？OK， 谁是水命啊？谁是水命啊？水命谁啊？就是日元是水的叫水命啊，日元水是谁啊？这个懂的打幺六八。如果你日元是水的，壬水呀、啊，黄崇敏呐、啊，葛迅波水的，靠什么生啊？靠金生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水生木，谁是木啊？谁是木啊？甲乙，谁是甲乙啊？哎，我康正我，哎呦，懂了呗？如果你是甲乙靠什么生啊？水呗，水就是什么呢？水就是助力呗，就是让你能够扛得起来的助力。 OK， 木生火，谁是火命啊？火就是丙火、丁火，谁啊？靠什么生啊？这懂打幺六八，这懂不懂？懂一点点了吧？知道你的来龙去脉，科者为财，你要科，你科同时你得有没有那个能力呀、啊？对不对？靠木了，哎，林小波也懂了，靠木了，哎，好，火生什么呀？土，谁土啊？就是戊己，谁是土啊？我又我了，是不是？赵磊，你看赵磊的名好不好？你看人这名起的，今后老师要给大家分析八字名啊。你看人赵磊这名，这个赵磊有没有土啊？你看人这名起的，赵磊是助力呗。赵磊是我，赵磊是戊土还是己土啊？就土呗，如果你要缺土的话，你看名里带土啊，你看赵磊名里带不带土啊？是什么主业好，知道吧？主业有帮，这个名就代表，哎，垒得高就代表什么呢？主业有帮，就是主业，这主业有德，名里带，名里就带，太棒了。名里带，懂了吧？好多土，对哟，不仅是好多土，打比方，它是戊土。它是戊土的话，如果叫造金怎么样？戊土叫造金呢，造心行不行？还是这个心，这里面可不可以？厉害啊！如果是戊土的话，叫造心行不行？戊土那不累死他了吗？累不累死他？还行，
真行啊，啊，好不好？不是压的问题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家，所以大家得看看，那活用活用啊，看一看，看一看土是生什么呢？看看土是生什么呢？土生什么呢？操多也不行啊，天天累他呀，土生金，消耗太多。所以名啊太关键了，名。所以你是戊土，你就增加土，你非得弄一个金，倒霉吗？对不对？对了，初月行，对了，金泄土，消耗多。然后上身，这就是胆大啊！哎，死欲降，哎，那我的命也是累了，戊土命中带金，看你几月份的呗，是不是？表面上看来是对的，是吧？桃心说：“我的命可以不？你问这个问题之前，你得告诉老师你的日元是什么呀？”你说我这名字可以不？如果我想啊糊弄你的话，那可以呗。葛心波聪明了，老师有波字是不是很好啊？你是带水的话有波，那当然好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是癸水吧？对不对？如果水看不看到，有水偏旁，就 OK，对不对啊？国运节也好，癸水、庚金、初月行，你看人家庚金啊，初月行不是初月行，庚金的话，这个月看看有没有土啊？这个行有没有木啊？哇，财，看人的名起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解有木有水啊？对，嘿，大家要研究你的名啊，活学活用。哎，所以呢，很多奥秘都在老师讲课不经意当中泄露出去的啊。看一看，木生火，火生土。土生金，谁是金呐、谁是金呐、哎，土生金什么概念？你是金，你土好不好？土在卯辰上的是好的，对不对？金生什么水？那水呢？靠什么呢？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循环嘛，所以这你要掌握。三角形是财星，它那个圆呢？什么？三角是财，对不对？三角是财，圆呢？圆为生柱的力量，是不是啊？懂得打168，所以今天哎呦，又等什么财，又懂什么啊？元妹，元妹你是庚金呢？我记得，元妹，对不对啊？元妹，我记得你是庚金呢。对吧？OK，庚金看一看，庚金克什么为财啊？啊，元妹，你看一看，庚金科什么呀？金科什么？元妹，木，哎，木就是财呗，木就是设计呗，财就是木，木代表什么呢？布艺，对吧？设计，对吧？哎，什么都有，是不是？嗯，什么生的木呢？家具，对。什么生的金呢？是不是土生金呢？土。
土是不是生着你啊？对不对？土，懂不懂？慢慢来，是吧？好，这个要懂啊，这个五行图要懂。好，今天这个懂了，你还要掌握一个表。对哟，电脑快没电喽。所以趁着有电呢，马上就讲啊。好，现在还在出差当中，能听见声音的打168，能不能听见？不错，趁着这电脑还可以用，还继续讲啊。大家想一想啊，你学任何的知识，你做什么事都是循序渐进的，你别想一夜暴富，也不要啊，别研究一夜暴富，这不是成功学啊，不要研究一夜暴富，一夜听懂，一晚听懂，好不好？太害怕了，太可怕，因为它不符合什么呢？不符合规律。
十二地支，和我一起念一下：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就是你们的属相。这个属相啊，了解的打一下168，就是属相我知道了，打一下，不知道的都知道了是吧？哎。这个属相也有五行、方位、四季啊。看，我现在问一下啊，老虎，寅就是老虎，寅虎啊，寅虎是什么方位啊？寅虎方位，聪明。猪呢？亥猪呢？这么聪明了，归结、华娟、王曼，哇，真聪明！行了，这就行了。不懂的啊，尽快向这些同学请教。哎，不懂打二，我看谁不懂啊？真有不懂的啊！不懂怎么办呢？就向以上同学请教，因为什么呢？老师要照顾这个进度，这十二生肖还代表什么呢？月份，代表时辰。我现在问一下啊，卯时是几点呢？大家发现没？老师讲课要大家参与是有原因的。卯是几点呢？这么聪明呢，黄宗敏、赵磊，我就爱看大家这么回答，真好。大家看一个四月，这个四月蛇月，这四月是几点呢？四月几点呢？大熊，哎，刘力宏、米兰达、李希美，OK，这要备注啊，OK。哎，老师怎么有点感冒了？同学传染的吧？谁感冒了？这里边有没有感冒的同学？同学谁？谁感冒了？被传染了啊？啊？对呀，老师，什么概念？你要有方向感，你把这个图要回来，好吗？好，大家能不能在你的微那个？歪歪啊，把你的属相标注上是最理想的啊！看一下子丑寅卯子鼠卯，子鼠丑牛啊，啊，讲完这个应厉害的、最破坏性就冲是什么？冲击。看一下啊，就隔六位，比如马。没，为什么呢？大家看，顺时针六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啊。
老师去哪？老师在分享呢？去哪了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对，随着年的生肖变化啊，今年就是狗年，明年就是猪年，看见没？看见打168，看到了没 ？OK， 看到了啊。OK， 好，隔六位啊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哎，那我先让我问一下啊，我先把它拿出来。羊跟谁冲啊？这个懂不懂？懂得打168，就是羊跟牛冲。猴跟谁啊？对，大家可以画一下啊，你就知道你自己跟谁冲了。哎，死于马，哎，跟赵雷呢属什么呢？哎，如果你不老师不知道你属什么的，哎，对，大熊、猴跟老虎，哎，华娟兔呢就下一个鸡和兔今年好啊，谁兔啊？兔今年好，今年好，去年不好，今年大旺。不是今天，大王兔子啊，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啊，今年就是好，但你别潜银行也可以啊，大王，五娟，全风水，这五娟不是吴影娟吧？五娟，今年狗年兔子大旺啊。不是，华娟 ，OK， 兔子，金云祥啊，好啊，哎，啊，就是五娟 ，OK， 好，这个狗呢跟龙是今年啊，你别逆时针，你顺时针好吗？叶美芳，老师说一下为什么今年兔旺吗？为什么兔旺知道吗？因为兔子跟谁好啊？六合，因为这个我一会儿要讲的六合的原因，跟狗是六合局，所以大旺。去年是本命年，你好，哎，对，六合不是三合啊，有三，哎，今年不好的啊，有四个属相。那么呀，别担心啊，别本来兴高采烈的发现，哎，老师不是不好了，龙、狗、鸡、羊，叶美芳属什么的呀？左敏蛇呀、啊、，OK。这个龙啊，今天是狗年，叫本历年，对吧？龙呢，是不是冲啊？哎，鸡狗是什么概念？鸡狗，金鸡玉犬类交流，犯相害，一会儿要讲，彼此。这个狗啊，见羊和牛，对不起，官非。今天你把这个记住，那你太厉害了，这是密码。季云翔，行，你那么说也行啊。冲不代表不好，对，也代表不好，也代表突然颤抖。为什么颤抖啊？啊，属猴，哎，弗林娜知道，牛跟狗相刑，就不要产生官非。所以牛呢，羊呢，狗呢，就是官非，你碰在一起就官非，注意啊，概率大，它不是百分百，但是概率非常的大。老师，我不信，你不信你就实验呗，好吗？哎，蛇跟猪六冲。
李亚鹏属猪的，蛇年跟王菲离了婚，啊，王菲属鸡的，王茹属什么的？王茹，长久，本命年相冲的才会不好吗？我属猴和属虎的咋办？本命年相冲不好，属猴跟属虎的是属于六冲，实际上来说，六冲也不一定不好，你学完八字会发现，有的还必须六冲才发财，啊。这个简单就讲了就可以了，好，那就从现在讲一讲相害。相害是哪几对呢？来看啊，蛇跟老虎，蛇虎，龙兔。彼此妨碍，就是好心不得好报。马、牛、羊、老鼠、猴、猪、鸡、狗，这个懂打168六对，对了。牛的跟属狗的在一起呢，就容易吵嘴呗，容易吵。官非。老虎，好，这懂不懂？懂打168，官非三，这叫三刑。老虎遇到蛇，遇到猴，狗和牛是两个女的呢，俩女的跟男的没有什么区别，一样打架啊。但是呢，有的说叫无冲不发。无形不发，想发财的有的话必须得冲，因为狗啊，狗是一个库，狗是一个财库，狗是财库，冲呢也打开了，是不是？三行表格上有啥规律？没有规律，概率、经验、概率。这不是科学啊，大家记住啊，玄学不是科学。所谓的规律，它是概率上的东西，经验之谈。就是你属羊的、属狗的、属牛的在一起，早晚出事。还有三个属相，四大财库啊。牛、龙、狗、羊，四大财库啊，这四大财库是大学问，看不到了吗？看不到打一下幺五，
看到打168，真看不到啊，看不到，那我还得啊，那我重新上啊，人太多了，嗯。能看到吗？能看到吗？看到打一下六八。嗯，三个狗，要爆发，那发呗，嗯。三合，再看一看啊。现在讲一下好的啊，坏的讲完了，讲好的。三合就是在一起就非常的开心。三合哪三合呢？看、啊。看这个角啊，兔子、羊叫巳，叫亥卯未，亥卯未。木局啊，还保卫木局。之后呢，大家看一看，申子辰，水局。再往下看，巳酉丑。灰色的啊，金桔，就是三合啊，就这三个属相在一起，就变成什么了？变成了金了，变成金。什么叫局啊？就是。局面呗，比较大了，震也叫震，变成金震了，大是不是？这懂不懂？懂打168啊，这个关键。最后一个叫什么呢？叫寅午戌，火炬就是马呀，见到老虎啊，见到了狗，就变成火炬。所以我先问一下，谁是水呀？谁日元是水呀？日元水是什么？OK，你见到这三个属相。见火局才大不大？对，见火局才大不大？得大呗。好，看一看六合啊，什么叫六合呢？就是也是比较好的，什么呢？
子鼠、牛和老鼠，六合。老虎和猪，六合。兔子、狗，六合。龙凤呈祥，你先说龙凤。哇，呈祥，是不是六合？能看懂打168啊，看不懂也行，看不懂，我要回去复习。好，猴跟蛇六合，马跟羊六合，以前合婚就是这个。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下面再看，大家看一看啊。十天干，个性，刚才讲过了，大家自己对照一下，看一看。这个表格，阳干、阴干，阳干适合独立，阴干适合合伙啊。那你得看八字，属羊还是属马？你看命盘，看八字命盘啊。大家记住啊，不要免费看啊，不要免费看命盘，那就没，那就命太贱了，要贵一点。所以大家可以发红包，发9元呐，6元呐，都可以。啊，6元呢，你别免费。你说那这个便宜，这个便宜不能占啊。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快结束了啊，讲一下这个地支啊。最好要注意什么呢？三刑和六冲。大家看一看，柯震东属什么呢？他柯震东属什么呢？1991年属什么呢？OK。82年属什么呢？房祖名。82年属什么呢？他怎样了？怎样了？对，一个羊一个狗，怎样？什么猪啊？一个羊一个狗，怎么弄出猪来了？犯什么？犯什么？今年什么年？明白了吧？所以你要应用。今年，对，应期到了，今年也要注意啊。所以属牛、属狗、属羊，在一起做生意也行，但你要注意，你以后要产生什么，大家注意点就可以了。下节我会讲，下节啊，我会讲什么呢？彩色。八卦图，会讲这个。哎，这节课大家你就把什么呢？进去把这个命理基础再好好看一看啊。八字排盘，这个盘要下载一个，
要认识你的日元是什么，目的是为了找到喜欢的财星啊，今后呢你会什么呢？会用上的客户的颜色啊，都跟这有关系的。至于什么财子啊，直接讲一讲为什么喜欢什么财，五行它是有原因的，大家看啊。金木水火土的颜色，大家看，金是白色，木是绿色，水是黑色、蓝色，火是红色，土是黄色。哎。